哎，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讲成佛的重要的心所，啊，等一下再说啊。那我们今天还是重点放在开示，哎，然后灌顶的时候大家不要动哦，好，讲几句话啊。诸位啊，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每一个人都有尊贵的自信。我们今天来持咒，念佛，最主要的重点，我们呢就是让这个佛陀的香啊，能够具足。有形就是无形，无形就是有形。也就我们本性啊，就具足的佛像，但是还没有成佛，我们需要十方诸佛加倍我们佛像第二个，这个房间呢需要温暖，作为房间的温暖，跟人性的温暖是一样的，人间要有温暖要有温度，尤其是我们。最近的，这个气候，这个气候啊，我有看了这个新闻报道，日本有一个山形，你们听过没有？有。一个晚上下231公分大雪，231，我。45路160，你就知道。还有那个念心系，知道吗？三点水，那个下到那个日本的爷爷拿着一个铲雪的，一空，拜托老天爷不要再下雪了。他一个小时。铲一次，一个小时铲一次。要不铲的话，门没办法开，对不对？人少见的东西才稀奇。台湾没有看过下雪，一下雪还专程跑到合欢山去那边看下雪，结果等了7、8个钟头，失望，看到比冰箱我们结的还少。人没有邪火，走在这个世间上啊，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好奇，变成了一个知足满足，然后又失落，又变成坎坷的道路，所以，我们呢，人性需要温度，这个家需要大家的共同的护持，变成温暖，让佛香遍满了整个屋子里面。所以，全世界的香没有比佛香更香的。我们的煮饭色香味触俱全。我们大概就可以，这个屋子里面闻到，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佛陀的香，从2500年贯通到今天，一样界定真香。佛陀的香，具足了界定慧，界定真香。那我们。转换成我们内在的温度，你要做一个人人称颂的佛弟子，要记得你断气以后，这个灵魂要往哪里？你真的要注意这一点，要见到瑜伽师尊者讲的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
一群狮子人在强调的就是这些造恶业的，这些造恶业的就像太阳西下以后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沉下去就是一片昏暗，你死后往后的世界就是恐怖，就是寒冷，就是火，地狱的火。所以人大部分人他不信这个因果，也不信啊，我们人死后的这个灵魂，现在就要看个人的信不信心。我相信佛语，所以啊，四大圣论哦。当你打开四大圣论的时候，四大圣论它是用十种殊胜，十种的殊语，殊胜的语言，殊胜证明大圣是佛说，大圣是佛说。诸位，你只要一句话，就把大四大圣论看得入水，就是我相信有第八意识，我相信佛说的，因为四大圣论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都在证明有第八意识啊，四大圣论就是大圣所说的都是摄持在这个地方，摄持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持持咒。诸位哦，有一句话啊很重要的，善人感得善神护持，恶人感得恶灵附身，会越来越凶，越来越坏，而且他不自觉，没有办法去自觉。我们的头顶当然希望更多的善神啊来拥护我们，皈依哦，我们如法的皈依就有36种善神来拥护我们。既然有形的就是无形的，那我们诸位，今天你穷凶恶极，善神远离，因为你看不到而已，恶灵就靠过来。这个在瑜伽师这里来讲的话，我把它归纳一下，我把它简单归纳一下，简单归纳一下就是物以类聚。因为瑜伽师这里讲的它就变成是古文用的就是比较艰涩，但是我尽量用现代你都听得懂的，叫做物以类聚，人类聚在一起，畜生属于另外一类的，恶鬼一类的，天人一类的，所以物以类聚。因此这里的共修，大家来互相扶持。为什么？共同的家，我们要共同的维护。今天最主要的就是要有正向的能量。这等一下上去以后下来开示成佛的心所要件成佛，你在这里就是为了成佛，但是因为时间控制的比较短，因为就没有办法不是在讲堂说我们开大堂讲座就等一下就蜻蜓点水的重点，对不对？比如说这佛法没有听你不知道的，比如说你们都听过精进勤就是精进，对不对？那如果我问你说，我这样话反过来问你们，什么叫不放逸？精进跟不放逸有什么不同？好了，你会回答吗？不会。好，精进就是一点，不放逸叫做持续，年年不断。不放逸叫做持，这个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心境哎，专注一个点。比如说我烦恼很重，我专注，哎，不放逸，就叫做哎持续。啊，用我用现在的语言，就是你精进容易，不放逸很难。真的不骗你的。今天师父的集合，大家我来，你们不来不好意思，是不是？哎，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要积蓄，我们把它现在要把它转换，这个物质有正向的能量，是有温度的家庭，是温暖的大家庭，是具足有佛陀的香气，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每一个人都是未来佛。所以我就说这法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这个中间用台语讲叫做每个啊，就你看哎啊，精进啊，就是不放逸啊，不放逸就精进啊，就是含糊过去，不是的。哎，精进那最主要的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啊。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呢就讲成佛的啊心所啊，心王就是八世心王啊，心所就是心王啊所属，附属于心房心王啊。这样，张太太第一次来听这个，这是在公司啊，啊，这比啊，这半导体看来。哎，我这不再讲了，很简单，我再告诉你啊，很简单。如果你会说法的话，很简单。八世心王就像国王，好的心所就像好的大臣在旁边，这个国家、这个团体一定富强康乐，因为都是好人，建议国王。因为这些大臣都是附属于这个国王，那都是忠臣。好了，坏的心所就像军令，对不对？恶棍当朝，贪婪无疑。哎，假借前世呢，啊，而说是正义。好了，满朝都是这样子，你要把比坏的心所比喻作奸佞、谗臣，对不对？以前叫斩呐、啊，有你们有听过尚方宝剑吗？上斩昏君，下斩谗臣，有没有听过？哎。啊，不要斩我，我不是昏君。啊啊，那你这样想就说，哦，新王就是国王，啊、哦，有八个，第八意识称帝，啊、哦，因为一切都来自第八意识的，哎，但是左所好的心所忠臣，啊，好的心所成佛的心所，啊，坏的贪嗔痴暴力哦愤怒仇恨坏的心所。就像恶臣，极大的恶臣，每天都给国王不好的意见，然后必败无疑，假公济私，假公济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假借正义，打击真正的正义。所以哲学家有在说了啊，就是没有多久啊，他说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啊，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好，这样子，所以这个世间呢，就变成了啊，没有真实的世界，哎，就是骗来骗去的世界，哎，所以我们呢、啊，了解佛法以后，哦，你想要成就佛道，那不行。除了这个八世心王，旁边还要有忠诚，用忠诚好的心所，等一下再开始，啊，所以大家休息哦，五分钟，上个洗手间，喝个水啊，等一下，希望你们不要缺席哦，哎，好，这样慢慢就听得懂了哈，哦，就更快啊，哦，好。